什么人？你有什么资格告诉我值不值得，应不应该？给我滚开！为什么我们只能受到欺辱，而天欢做错了这么多还能得到宽恕？你们什么都没有做却要遭受苦难。桑九，醒来吧，别再堕落下去了。堕落？你们这种高贵纯洁的神君仙子做了坏事，那才叫堕落，不是吗？桑九，跟我回去吧。过去种种，诸般过错，我都会想办法弥补。回去？我能回哪儿去？你告诉我，我能回哪儿去？眼下他情绪激荡，怕是我和他说什么他都听不下去。需先稳住他的心神，不能让他继续动我。桑九。那些屠戮漠河的天兵可都是你的部下，如何处置？杀了我？他们被天欢利用蒙蔽，是我管束不周，定会严加惩戒。好，那你可曾宽恕天欢，饶他一条性命？景深君饶恕天欢性命，我族愿献出边境斩，助桑夫人族人重生。是，可是天欢没了仙髓，即便是我不杀他，他也活不了几年了。明夜，你好慷慨，你饶了他们死罪，谁来偿还我父王、我族人的性命？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我要他们都死。他们向漠河的妇孺老幼挥下屠刀时，心中没有半分善意、半分同情。我要他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麻木不仁付出代价。桑九，我可以理解你心中的痛苦，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堕魔，你这是在拿自己去殉葬，这不值得。你是我什么人？你有什么资格告诉我值不值得，应不应该？给我滚开！